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袂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现在输赢，今宵的爱情也会孤人听。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阿兰姐朋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又个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第二这个单元，来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02979771138，现场电话台北控制02979771138。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情的电话台北控制02977771138。来，咱来看一则社会新闻啦吼。标题是讲串警，串警一个打一个问号，打一个问号。陈家祥涉零亿，哦，那么陈家芬伫个边啊，唔知，搁一个挂号了吼。来，这是 TVBS， 哈。在早起1:50，吼，哦，这吹那个张哦，张早起，那么1:50的，不是下晡凌晨的就对了，凌晨的哈。那么涉嫌另一红中秋。第四个盖好事，陈家芬在二次区押定伤，最终由原获得交保。3:00久，检律攻防空前的这个激烈了。这个军检，那么揪出底牌了。哦，现底牌就对了，爆出另一名这个盖好事陈家祥曾经温馨在监视器的这个死角墙啊边啊，哦，好啊，会使讲横超红中秋就对了，先讲安尼，哦。就一二，安尼就对了，直直咧甲吵啦。那么，你陈家芬明明在场，却变成唔知啦，有串有交串的这个嫌疑。那么，你陈家芬律师就请出南支部连长作证啦。那么，强调陈家芬签切结书。保证宣布进程，袂离开营区，啊来休困，后来休假就对，无可能会逃亡啦。陈家芬是毋是会当保住自由的这个之心？邱阿婷上伊冷静沉着，这回请了3名伊的这个律师啦，好啊。哇，这是啥物啊？这3名律师要开足侪钱，你敢知？啊，无法度啊！为着伊本身，无爱互判重罪嘛，所以请律师啊。人个孙安尼啊，各方对不对？原告迄边要请10个律师啊，你对不对？啊，一个律师头就是顾立雄啊，这真有名啦，人去请10个。啊，咱若请三个是请三个是算啥？
好、哦、对不对啦？原告也是那那请十个，啊，被告请三个，这算啥？那么，甲军检展开激烈的这个攻防呢？军检因为先底牌，吼、哦，因为先底牌，大家拢先底牌，啊，掀起来，啊，都一直无共款的啊，对不对啦？啊，虽然讲平平啊是 A， 啊，但是 A 嘛有分哩。哦，巩固的时阵，尼啊，伫咧拍扑克牌，他应该是红桃 A 较大，也是红方角 A 较大，还是乌桃 A 较大，我唔知啦。哦，啊，佮乌梅啊，对不对啦？乌梅。花这 A 啊，到底什么较大？我唔知，我都扑克牌我都袂用，袂用迄款的吼。那么 TVBS 记者杨地中，哎呦，这个人，啊，这个阿扁啊，因囝都共名的啦，对不对？啊。阿扁啊，因那是陈地中哩，啊，伊这个是杨地中哩，哦。那么杨地中记者伊伫咧讲啦，陈家祥伫咧操课的时阵，疑似将红中球带到这个墙啊边呢，也就是讲监视器翕袂到的这个所在啦。那么针对红中丘来操练啊，军事检察官就家庭的阵啊，你看无？这两个人哦，可能拢伫咧七月初一哦，对红中丘哦操课不懂，啊来操练啊。但是陈家芬出庭的时阵，拢讲伊唔知影，但其实伊根本因啊，因根本。在同一个禁闭室内面的啦，军检指出，陈家祥曾经伫个监视器的死角的边啊，温馨伫个孙光美伫个墙啊边墙啊角的边啊就对了啦，特别照顾红中丘，孙光伊就伫个吵啊就对了，陈家芬在场却讲唔知影。敢若有交传的这个嫌疑啦，敢若有意思，就是讲敢若有交传的这个嫌疑啦，所以叫法官讲你都要甲拘押就对了。来，咱先，听一首歌，这个回来吼。真歹势，真歹势吼。将半世恋人放乎我一人，出去行去找别人，予我心中无看风。你敢知影，安尼伤着我的心，有我重，有我苦痛。你敢知影，阮足希望。看到你的人，明在眼前，永远是无希望，不可也要等待，一直出现的彼一天。将
花虽乱梦梦好我一人出去行去做别人好我心病无伴风你敢知影安尼伤着我的心有我重有我苦痛你敢知影阮足希望看着你的人明在眼前完全是无希望不过也要等待一切出现的一天伤着我的心，有我重，有我苦痛。你敢知影，阮足希望看到你的人，明在眼前，永远是无希望，不过也要等待，一切出现的彼一天。阵小雨阵阵落，阿甲身躯湿透透，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度？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阵冷风阵阵寒，予伊感觉心也寒。伊故乡在对面山坡，目睭紧紧看。黄昏时日头渐渐对落山峦边。等待月娘出来的时候要来问伊，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阵小雨阵阵落，阿甲身躯湿透透，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度？当
身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勇敢无？好来，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哈哈，招牌哦，去倒去啊，哈哈哈哈哈。好嘞，咱继续，好。那么咱拄只讲 TVBS， 吼，记者即个杨志忠，吼，伊伫咧讲。啊，所以说那呢，根据这个法定的这个检，啊，加这个算讲律师这边啦吼，也大家都先去底牌哩。但是当结婚出庭的时阵，伊讲伊唔知影，吼、哦，但其实因根本在。同一个禁闭室内面啊，同一个禁闭室内面，啊，你莫看什么款日子，好、哦、对不对啦？啊，是不是？啊，那是搁搁调迄个来问嘛，另外迄个搁调来问嘛，是不是安尼先？那么军检伫咧讲啊，陈家祥曾经伫咧监视器的这个死角边啊，温馨伫咧。青青啊，角个边啊，就对了。特别照顾到这个红中秋，陈家芬在场却讲唔知影，我都点啊都进来进去就对了。敢那都，敢那都参像一因这帮人的村那呢，红姐姐就对了。伫个讲军方的吼，官官相护啦，对不对？啊，哎，村那呢，伫个甲因抹黑啦，啊，其实伊都伫甲军方抹黑讲。红姐姐讲，军方在甲抹黑啦，啊，你甲想看卖啊？啊，就点啊，变来变去就对了。啊，那么的时阵，那军检伫咧讲的，陈家祥曾经伫咧监视器的这个死角边啊，温馨伫咧墙啊角的特别照顾红中秋，陈家芬在场却讲唔知影，对不对啦？有这个交传之嫌就对了，但是律师就强调了，陈家芬交保了后，吼，伫个南子部被严格这个监督，然后这个串证的这个机会了。那么 TVBS 吴一辉，伊伫个讲呢，而且这段时间嘛啊未嘛啊签了。伊还阁签了切结书，这个切结书是安尼写的：我陈家芬完全伫个营区到甲按宣布为止，所以伊已签结切结书，行动证明伊无逃亡的这个考虑就对了，吼、哦，无逃亡的这个记录就对了。哦，那么也是那呢？南支部连长在庭上嘛，坦承伊所有这个手机啊使用，哦，会袂拍给其他的这个同僚，或者像其他的这个被告，这点可能会比检方啊个红家律师吼家庭这个串证呢，灭证的这个可能呢。那么军检，伊注意猫，讲注意盾哦，敌人在影休假，分挂两地，根本就无影响就串证啦。那么检辩攻防
借这个剑术，处处挥，处处挥花啦。哦，这是有关。这个唐叶芬离出，那么开苦阿定，伊这个情形啦，吼、哦，也咱所知影，已经同款第二次同款十五万的这个交保，也无加也无减，就会当离开，伊这个军事法庭啊哩，吼、哦，讲到这结束，啊真歹势吼，咱这个。啊，洪武所不谈这个招牌吼，哇，煞叫落去安尼吼，真歹势，啊，就小可用一下啦吼，啊，我再个创好一家好势的吼，啊，咱就到这结束，离开，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这个时光，啊，洪武所不谈，再见，拜拜了，多多包涵。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占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